澳网男单决赛，塞尔维亚球星乔科维奇历经大约两个小时厮杀，击败西班牙名将纳达尔，也拿下生涯第七座澳网男单冠军。另外场边也星光云集，包括大陆男星胡歌跟导演陈可辛也前往球场观战。被问到支持哪一队，胡歌卖关子要大家猜猜。只胜一球，让乔帅乔科维奇在澳网男单决赛击败西班牙名将纳达尔，拿下生涯第七座澳网男单冠军。抱着奖杯喜悦之情全都写在脸上，尽管乔帅曾因动手术经历低潮，但他依旧没放弃网球梦。球星乔科维奇，我很感激我经历了这段，如果我可以重来，我不会改变任何事，因为你知道事情就该如此。澳洲网球公开赛不止场上精彩，场边也有亮点。大陆男星胡歌就被拍到现身场边，旁边坐着的是导演陈可辛，两人在旁边观战，他帅气坐在包厢内观赏比赛照片，第一时间也被澳网 PO 上微博曝光，还问胡歌支持哪一边。胡歌也俏皮回应说，你猜，其实澳网时常有明星当观众，包括像是好莱坞女星妮可基曼，本身就是澳洲人，24日跟老公现身球场看比赛，旁边跟着的还有时尚大师安娜温图，两人现身也成为球场亮点。看来澳网激战的魅力也让不少大明星都亲临现场观战。